输的同学呢要来挑战我们全台南最酸的柠檬汁，手掌大的握寿，这么快握寿司，哦，真的很厉害，想不出大家是一口的哎。他已经吃第十二碗了，帮我们大胃王加油一下好不好？卡玛姐最后一个，加油！每周日晚上7点，请锁定26频道《未来综合台》，大胃王来了。